去贴了个线，谢谢铁板自己送的玫瑰花。嗨，不然下个月，谢谢 A 钱送的圣诞帽，忘了是这个月最后一天了。谢谢破防的日常送的夜蝶，谢谢你的夜蝶，祝你新的一年新年快乐，天天开心，快快乐乐，乐在其中。谢谢焦阿美送的十个巧克力，谢谢你的夜蝶，虽然待会儿送回一比一，不过也谢谢你，这是2021年倒数的夜蝶礼物。今天提现一起伤心，不是，我其实真的很困，我不知道是待会儿12点是重新开才算，还是现在就是到0点算，那我等会儿得重新开一下，59的时候下，那12点的时候，对，谢谢礼物没看见。没有，我刚刚就是非常的困，我本来定的11:20闹钟，不行，那算11:30吧，那就又睡到11:30，不行，睡到11:30几。谢谢 A 选送的荧光，不然我觉得我真的可能会睡到明天早上。谢谢 A 选送的荧光棒，我真觉得我可能会睡到明天早上，我都不就是来不及去排练，也不是来不及排练，现在大家开始飘在上面了，什么提前来不及？为什么？谢今晚掐什么牙送的5个巧克力，我眼睛还是有血色，只不过现在这个直播镜头你们看不见。我不是一早出门，是早上去剧场，但我等会本来说不完去排练。谢谢暖冬的猫送的一个帽，然后打喷嚏，谢谢晨曦时送的玫瑰花。然后刚刚就感觉可以睡到明天早上。没有，我今天就一直在打喷嚏，可能是有一个衣服上面全是猫毛。哦，完了，我哦对，我还有一个衣服要重新拿。明天不去剧场拍，明天要去排剧场。没有感冒，喝可乐。并且无头先生的巧克力，谢谢焦爱美送的3个糖果。先买了饮料，就有可乐。我感觉好多事情没有完成，但是我太困了，我真的非常想睡觉。但是明天早上我觉得也来不及。还有6分钟新的一天，就比如说我的 Unit 裤子，我得重新拿一条。然后再比如说，我要想明天握手会穿什么，然后还有排练就不说了，我怕我落下什么东西，化妆品也没整理，还没卸妆，明天不是握手会，什么？明天不是吗？明天有签售卖台历，不行，我还得排练不及。哎，那台历签售跟握手会有什么区别吗？气氛转事业我都看得见，其实可能真的看不过来。上海什么时候会？谢谢橘子先生给送的巧克力。所以说什么红色的那种新衣服啊，就是对，然后现在想发就发弹幕，然后我也不知道穿什么，就这样吧。你们有你们看我没发现我现在挺好的，谢谢 FB 接送的巧克力，我不是很累，可能是昨天，就是今天不是凌晨4-5点才睡觉嘛，然后10点我就起来，然后一直到考核到晚上，但是我刚刚睡了一会儿，喝口可乐，没有感冒，我只想喝你这个饮料，谢谢新东西小飞送的巧克力。和环一词，
黄义慈不知道在不在播，黄义慈没有播，黄义慈好像说他要谢七藏送的荧光棒，谢悠哉送的真爱棒，谢七罗花送的平安果，谢小飞送的巧克力。他说他十二点之后再播，但为什么连麦页面没有？救命！怎么就是第一次看我直播的人还挺多的啊，一比一我。卡吗？我觉得我还不卡吧。啊，我怕我待会儿，哎，待会我下播再卡吗？现在呢？为啥卡？我这个什么啊？我待会我感觉口袋都会崩。谢谢礼物，我看不清楚 ID， 没法念大家送的什么什么。现在不卡了。待会儿我再登录时会不会崩掉啊？这个页面。谢小白他送的五十胸针，还有两分钟下班，大家都是快手来的嘛？救命！救命！也不是，就也不能说救命吧。其实我真不看快手，我然后我爸给我看了几下，我发现剪的视频就跟抖音那些音乐啊，那些剪的动作我都。咱们好好看口袋四八以后成为一个聚聚啊。为什么卡呀？我连个 WiFi 试试。现在呢，我把那个 WiFi 给关掉了。不过你们在快手是怎么知道口袋四八的，我很好奇。待会儿一分钟，然后十二点的时候准时开个播。你们就是以后可以多看口袋四八，有什么想了解的，就是去看。我都感觉有种我直播间被冲了的感觉，怎么比我总选那段时间获得好多票的时候弹幕还快还多？最近对啊，最近很多事情，我要不下播吧？哎，之前我可能播一个小时有1000人，我现在播了几分钟就1000多个人了。再见，十二点我再看。我好准时，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现在是就是算。十二点，我卡的好的，谢谢，我已经谢谢圣诞卡，怎么还圣诞卡？怎么没有新的礼物呀？没有新年礼物，谢谢我已经谢谢圣诞，祝你新的一年开开能够开开心心，就是新年的第一个礼物，祝你身体健康，长长寿寿，长命百岁，新的一年也要顺顺利利，开开心心。谢谢按下送的荧光棒，有没有新年礼物？谢谢陆明飞送的荧光棒。谢谢按下送的荧光棒，谢谢红胡子送的糖果，谢谢我送的圣诞帽，谢谢欧鲁的七送的圣诞树，谢谢圣诞树，谢谢就是2020年第一个圣诞树，然后祝你新的一年也能够开开心心，没有烦恼，然后身体健康呀，然后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棒。谢谢导剧送的圣诞树，谢谢你圣诞树，祝你和这个包子一样，就是万事如意，意想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对，然后笑口常开。谢谢云烟送的草莓包伴送的夜蝶，谢谢你的蝴蝶，是你的2020年第一个蝴蝶，希望你和这个蝴蝶一样快乐的飞舞，然后天天开心，快快乐乐，然后身体健康。对，新的一年身体健康。谢谢云烟送的草莓包伴送的夜蝶，然后谢谢大家的荧光棒。我没得看清楚。谢谢锦仔送的圣诞卡，谢谢锦仔圣诞卡，祝你新的一年和这个圣诞卡雪人一样活蹦乱跳，能够身体健康，然后能够看很多很多公演，然后天天开心呀。谢谢七金送的荧光棒，谢谢只爱七送的玫瑰花，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但是我感觉直到1月20几过年的时候，
1月20过年，大家也祝的也是新年快乐。谢谢一串数字送的，你们说这是宅急送的巧克力。其实我觉得我的嘴速挺快的。谢谢幻阳送的玫瑰花，但是开始有些没歇到，我在这里重新谢谢齐燕送的零，谢谢巧克力，谢谢哑巴送的荧光棒，千物姐送的荧光棒，谢谢我送的零，哦谢谢，哇谢谢猫大今年的第一个用来发电，太甜了，太甜了。谢谢鲜花的用爱发电，祝你今年也能够一直用爱发电，拥有更多更多的爱，然后希望你就是天天开心快快乐乐，新的一年也要就是加油嘛，然后天天开心，工作顺利，阖家欢乐，团团圆圆，喜气洋洋。谢谢猫大的用爱发电，谢谢67小奶送的戴安娜凝视，谢谢戴安娜凝视啊，祝你新的一年和这只小猫一样可可爱爱的，快乐的生活如意，心想事成，然后就是一步步高升，一步变得越来越好。谢谢破防日常送的夜蝶，谢谢破防的日常送的夜蝶，祝你和这个蝴蝶一样快乐的飞舞，然后就是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开心。谢谢夏天的雪送的皇冠，谢谢你的皇冠，皇冠啊！祝我们今年我们所有人看到这个皇冠都能戴皇冠，祝你就是能够就是越来越顺利，新的一年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度过呀！哼，我现在可挺好的。谢谢 Look Forward 送的夜蝶，祝你新年快乐，祝你新年快乐，然后长命百岁，长生不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新年快乐，新年蝴蝶，祝你和这个蝴蝶一样快乐的快乐飞舞。我重开了，我懂，所有礼没有，不过不很感谢大家的礼物。同乐，大家。给大家喝可乐，新年快乐，干杯！好快乐，快乐水啊！这个可乐，我从昨年喝到了今年，从昨年喝到了今年，说明我们今年也喝这个快乐水，要快快乐乐。别说我想不出来词，我想不出来词也不是这一天两天了。我喝了年的可乐，台历还要写吗？新年快乐，从去年看我到今年，还是我这个还是可乐好喝。你有不在直播吗？你在我这问我也不知道哎。谢谢一直送的糖果，谢谢好我罗送的糖果。我不喜欢喝牛奶。发红包，我没有看到有人给我发红包，谢谢于轩送的秋天奶茶，但是我看到了我几个同学，就是之前初中的同学给我发祝福，而且是卡点发的，谢谢小白菜送的明春针，谢谢小白菜送的明春针。我之前就是如果就是跨年一般就会去卡点发什么朋友圈啊，什么微博呀，或者是的，现在我都不发了，现在来直播了，谢谢六七生日送的荧光棒。而且之前就是和家里或者一起就是看那种跨年的卫视的节目，现在也没看了，现在卡点直播呀，卡点和大家跨年呀，是元旦节，他就没有，难道没有一首比较适合那个卡吗？一直很卡吗？我总感觉你们说很卡，但是我把 WiFi 都关掉了。新年这一个小爱同学，谢谢飞行棋想见机缘送的77个荧光棒呀，小爱同学播放新年这一刻。偶尔卡不卡，因为我感觉跨年的时候这个网就会非常的大，用的也是像好喜庆哇，谢谢飞行棋，谢谢 KK 送的
用来发电，谢谢用来发电，今年的第二个用来发电，祝你和这个发电一样红红火火，太甜了，越来就是甜甜甜甜甜，对，越来越甜。这个和这个发电的爱心一样，就是拥有一颗炙热的心。然后希望你能够这一年新的年能够收获更多的就是快乐和温暖呀。这然后就是压岁钱吗？不，压岁钱的时候还没到，未成年要收压岁钱的。谢时光飞行中的77个荧光棒，我不能关注你们。谢谢赵半仙送的圣诞卡，谢赵半仙送的圣诞卡，祝你新的一年能够快快乐乐，然后开开心心的，就是度过，希望你一切顺利，这个圣诞卡一样快乐。不，大家应该现在都看跨年公演。谢谢这个冰淇淋，好好，这个咋串起来的？送的荧光棒，不是。其实我就是都是非常美好的祝福，谢谢等一份落日送的圣诞树，祝你和这个星星一样闪闪发光，祝你新的一年能够闪闪发光，然后看很多很多漂亮的落日。谢谢这个粉丝送的荧光棒，不如看我直播，明天来看我们公演直播，看我们公演直播。谢谢木鸡秋送的巧克力，哦，今天投红队啊，在投红队，就是往微博上好像可以投。谢谢忧郁乌龟送的圣诞卡，希望你新的一年不再忧郁，成为一个快乐的乌龟，然后希望你天天开心，快快乐乐，美好的生活。投红队，没有蓝队。谢谢女人金子的 CURLY 送的夜蝶，念的夜蝶，希望你和这个蝴蝶就是一样，就是这一整年就能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的，然后祝你新年快乐，天天开心，长生不老。明天是晚上7点的公演，你别让我读你名字，你越这样发弹我越不读你。谢谢啊，大饼，1、2、1、2、3，哎，我没有数清楚他吃了多少口呀。没有，谢谢猫蛋，谢猫蛋送了大饼，太甜了，你们数清楚了吗？这个谢猫蛋送大饼，希望你新的一年能够有很多的饼吃。能够吃到很多很多饼，祝我们都能吃到很多很多的饼。祝你新的一年长命百岁，天天开心，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谢谢北风，谢谢北风送的圣诞卡，谢谢北风送的圣诞卡呀，祝你新的一年能够可就是身体健康，然后快乐无限，然后拥有很多很多的快乐和美好的祝福都能实现。谢谢 EM 送的夜蝶，谢谢你的夜蝶，希望你身体健康，长生如意，寿与天齐，福寿齐天。谢谢夜蝶呀，祝你和这个蝴蝶一样快乐。谢谢小猪的西瓜送的巧克力，谢谢猫大送的权杖，谢谢猫大的权杖呀，好可爱的小星星啊，这个粉色的啊，这个粉色的权杖跟我非常的配。祝你和这个权杖一样粉粉红红，红红火火，看吗？然后越来越就是越来越厉害，就越来越健康，然后恭喜发财，对。给你们拜年，没有给，这不算给你们拜年。拜年是什么样子？还没到真正的过新年呢。微博不知道哎，你昨天明天看一下官博吧。如果我知道，我会跟你们说。生日蛋糕是吗？我都感觉差不多了。
我得感谢人家给我送礼物，就要感谢，谢谢瓦尔登湖送的夜蝶，谢你的夜蝶，谢你的夜蝶蝴蝶，就你和这个蝴蝶一样，万事如意，然后心想事成，虎年大吉，虎虎生威。对，小瓦尔登湖送的夜蝶。现场也可以投，大家来现场了，大家也要投红队呀！谢谢杜雅宁送的麋鹿胸针，哇，我灯火是我读的有问题吗 ？QQ 为什么会崩呀？我都不玩 QQ。当然得感谢本命年，那你是多少岁？谢谢正义的伙伴送的夜蝶，谢正义的伙伴送的夜蝶。祝你今年就是能够伸张更多的正义，希望能有就是能够一直正义下去，然后让你天天开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对，祝你虎年大吉。谢谢爱潜水的小火龙送的夜蝶，谢谢爱潜水小火龙的夜蝶，祝你谢谢你的蝴蝶，就是祝你和这个蝴蝶一样美好的过好今年的每一个瞬间，然后希望你就是能够笑口常开，然后就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明天有，对，明天还有小品，虽然我们的小品其实挺好看的，大家可以试一试。我不是我本命年，我妈跟我说，她就是找了，就是看了一下，就是那种大师，我们看说我们今年就是新的一年，我们俩不能就是不能沾水，就是不能下水的那种。在哪里看过《可乐四八》就能看。谢谢 REBYO 送的七个玫瑰花。什么新年这一刻？不是不洗澡，洗澡肯定得，就是说不能游泳，就是然后也不能，就是不能泡温泉，然后就是那种下水，就是不能跳河里玩耍的那种，也不能就是海边，也不能去什么的，就说今年不能，就是不能下水。我才不拍水桌呢，这怎么可能？我妈说找大师算的。应援会唱的歌，不，你们别想。我还没有给我妈送祝福，他们，我今天非常机智的在就是把抖音提前换成了我的小号，就是应该待会儿还能看一下抖音。不会拍的，我给你算财运，你明年一定会发。大家新年快乐！哎，是冬日，可以看《口袋四八》你的主页上面有演出，你点演出，你们上面就有公演。不，我的嗓子没哑。DNA 的，大家很喜欢这首歌。我好像胖了两斤，就是今天上秤没有被解封，大好，我都新的一年了，哎，今年我就要18岁了，新的一年我要18岁。天哪，送的两个荧光棒，因为回家吃了塔下一串树子送的圣诞帽，直播看不出来嘛，直播这种角度看不出来。谁说可乐喝的？我就今天喝了可乐，我马上就18岁就没有防沉迷了。哎，怎么没了？没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没有发的勇气，有啥不敢发的？想发就发呗，我尽量。的让我的眼睛能看到每一条弹幕，虽然我的嘴很想就是把每一条弹幕给读出来回答一下，但是我读完这一条弹幕，大家都这一页就刷过去了，不如我来自言自语。不，也不是全说全为了打游戏吧，就是也就是
也是说成长了吧。可能跨年大家怎么大家都有手机玩，爸妈也不收，对吧？没火没火，这是长虚火，没火。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大家也还在呀。张姐邀请我连麦，不新年快乐。你说什么？新年快乐。好，好，祝你新年快乐，也祝你新年快乐。啊、哦，你是来祝新年快乐的吗？对啊。你的新的一年你有什么愿望吗？我的新年的愿望就是希望你，我有好多愿望，你想听哪个？那你太多，那我不听了。那好吧，那我随便说一个吧。我希望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都能快快乐乐的，没有烦恼，在2022年。你小心，你小心说出来就不灵了。那你还问我？我问一下而已，我就问一下。哦，好，祝你新年快乐。那晚安，我挂了。好的，拜拜，拜拜，拜拜。哎，贝楚还怎么没开直播？新年快乐，小贝。上海见呀，我们上海一起吃饭。哦，他们在公演，他们在公演。新年祝福，谢谢大家的祝福呀！哎呀，感觉很多人都会来祝我新年快乐，不管是成员还是粉丝。好像把连麦关了，没法念。没法连。谢谢十字的路口送的巧克力，谢谢他送送的荧光20个荧光棒，说明我们就是新的一年，我们都会新年快乐，新的一年会很快乐。我连不了六呀，六在那个啥，谢小火龙送的真的吗？还把我连麦给关了。你们去传达一下我的祝福就好了。或者我直接去找他不就行了？我是怎么？没事了。除夕是什么时候呀？我没有之前没有开始那么困了。没有喷出来。我到时候去看我的社交软件，看有没有看大家祝福回复一下。那除夕这不还早吗？除夕还早呀。KTV 怎么会有漫画最后一个？真的有吗？我能看到每条，不是平时的直播比较少，我现在也能看到每一条弹幕，但是我就是嘴可能没那么快。昨天也算出席是吗？好像就连不了，就各种各样的节日。哎，真的是新年其实还没有过真正的新年，但是这就是新的一年，就不说20几号才是过新年吗？什么大年初一、大年初二、大年初三、大年初四，我们一起过年呀！我们快乐快快快乐过年。我们公演完就回家过年，后面还有工作呢。今年好像还去 B， 我们好像还得做核酸，然后 B50 去参加 B50。我买的是长罐的可乐，好吧，比我的脸小。我不行，我待会儿还是肯定得去排练，不知道哪天走，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好像不能跟他们一起回来，我好像有事情。我要拍啥东西我记得，应该不能说。我不焦虑，谢谢兜兜送的巧克力。我啥时候下播？哎，大家，哎，平时不播的时候问我什么时候谢小火龙送的米粉，问我什么时候开播，开播的时候什么时候下播。我很想放烟花，虽然我很害怕烟花，但是我想放那种小的那种手上玩的烟花，但是这里好像不能放。我不累呀、啊。你们一起围在家庭群里面抢红包吗？好，北京真不能，发现男医生送的5朵玫瑰花，
应该不能放，没人发，那没事了。那你们可以先开一个头呀，你们可以先开一个头，发家庭群，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然后发进去，然后红包接龙。但是我现在真发不起红包。等我过年给你们发红包呀，就微博上，微博上。哎，大家现在给我就是发红包，也不就是用鸡腿的形式发红包，我给大家返现呀。你们就比如说一千鸡腿，我给大家返101块钱。我不亏，主要是我也不可能返给你们。但是微博红包等我过年了发工资，我就给他发微博红包。我是不会让自己亏的，有意识的小偶像是不会让自己亏的。我觉得可能应该用吸管喝，这种就是，希望今就是这个月发工资能够快一点发呀。我好害怕，因为我刚刚是不是12点播的嘛，我都有点害怕，就是刚刚不是卡了个点播，但是他又没有算那个1:1进去。我当然盼望发工资了，我不告诉你们我一个月多少块钱，我一个月只有1块钱，因为我卡的点。别呀，我不能用什么买，我每个月1块钱，你们呢？怎么可能？谁不？不，你们可不要想的。算了，我真的看不过来了。不能问。我真的每个月1块钱，1块钱怎么度过这一个月？1块钱可以去买一些大米饭，然后每天吃一粒，不到吃一。我怎么？哎呀，我想喝一大口，然后就往那个，然后他又啥了，就不能说喷。我跟可乐过不去了，我下次我要喝雪碧，我以后喝雪碧了，救命！不是这个还好，你轻微的一点点翻车，它确实很好喝。你们很多现在都是学生吧，哪有什么工资的。好久没喝雪碧了，谢谢风若送的圣诞卡，谢风若圣诞卡，祝你新的一年可以收获很多的温暖，然后天天开心，新年快乐，虎年大吉，祝你虎虎生威，虎年好。谢谢 A 学生的荧光棒。找不到那种什么虎什么开头的成语，那就虎年。这个雪人还跳了吗？我都没有注意他跳了。哎，既然你说他跳了，那他是真的跳了几下吗？谢谢雷蒙吧，我没有注意到他跳，那为什么你就注意到了呀？谢谢木槿送的77个荧光棒，谢谢木槿送的77个荧光棒。没跳吗？那你怎么能证明他没跳呢？那你难道直接就是说他没跳吗？
谢谢秦墨送的圣诞卡。哎，我们看他跳没？啊，真的跳了，一二三，他跳了三下哎！啊，我就是弄清楚了这个问题，超级开心呀！谢谢秦墨，谢秦墨帮我就是弄清楚这个，就是解答疑难，就是解答我的疑难杂症，就是转了一圈。你们看得好清楚呀！谢谢秦墨，祝你新年快乐。好细节呀，上我没有问过他跳没跳，我是刚刚上个直播没有问过，这是对有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这是一个课程知道吗？我看了一下大家发的，发电还会闪电吗？发电太大了但是我就是发电它会散发出很多爱心，他就骗不出来怎么能会骗呢？就是现在这个是叫解答问题，问题之处好像真有，都不知道到哪去了。别说了，其实这些问题我都混过了，就是这些问题我都问过。我觉得大家在这可能就是这明明就是叫就是解答一些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皇冠还会转圈吗？你们可不要空口无凭的就说呀，一星期前那么早吗？拒绝几教，对我们大家就是大家都要有求知。谢谢齐墨送的皇冠啊，皇冠真的会转圈，皇冠真的会转圈，他真的是转上去的，我才发现。谢谢秦墨的皇冠，谢谢秦墨的皇冠，祝你和这个皇冠能够也能够快乐的转圈，又解答了我的一个问题，非常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秦墨。哎，戴安娜也会转圈，你可不要乱说呀。大家就是说问题之前，大家都是就要去证明他的。谢谢默默送的权杖，谢谢超级开心的默默送的权杖，祝你希望你新的一年也能够开开心心的呀，就是新的年也能够每天都超级开心，然后快乐成长，开心成长，权杖权杖不会转圈啊，对，权杖不会转圈。谢谢传说这么一块吗？我为什么老嘴瓢？谢谢我香叶送的玫瑰花，他不会，怎么能说骗呢？这明明是叫解答大家的问题。谢谢木槿送的巧克力，权杖，发电还会闪吗？不行，发电不出来但是我能大概的描述一下，就是这个特效，它是先出现一个谢宇轩送的巧克力，就是出现一个一些几何图案，然后再出现几个闪电，然后再出现很多爱心。对，没有，今天已经看到了，已经看到了，就是已经看到了，就是发电，就是咱们就不能说现在就是来骗啊，我就是跟大家就是在认真的讨论这个发电。谢谢直播送的戴安娜女士啊，戴安娜女士好可爱，她 wink， 她好像 wink 了两下哎，啊，就是好可爱啊。戴安娜，你是戴安娜也戴了皇冠，谢谢秦墨戴安娜，你是祝你和这个猫一样，就是能够开开心心的吃东西，吃了很多鱼，快乐的钓鱼，新的一年也要开开心心呀。虽然我对这个戴安娜你是也有很多的疑问，但是戴安娜有皇冠。没有吗？
你要证明一下吗？我对他其实充满了很多疑问，但是我觉得就是谢猫大送的蛋啊，让我猫大来解决我的疑问。谢猫大送的蛋啊，你试呀。哦，原来他这个鱼是金色的呀，还没有抓到这个鱼。谢猫大蛋啊，你是你这个小猫修猫啊，一样快快乐乐可可爱的过完今年。卡了吗？救命！现在呢？哎，大家可能没听到我的疑问，我还要不要再说一次呢？不行！你们对他有什么疑问吗？你们对他有什么疑问吗？或者是想证明什么？啊，他们两只眼睛颜色不一样呀。是一样的，是不是？它是异瞳，它应该不是异瞳的吧？它是什么颜色？是黑色还是蓝色的？是黑色还是蓝色的？有些问题你们问的比我还过分，他问几根毛？啊，你们怎么知道是什么蓝色或者黑蓝色的？难道你们想证明一下？女人棒有小翅膀，哪有小翅膀？现在齐木送的女人棒扑了几次鱼，这个问题比我想的还过分。会拔腿吗？谢谢金钗溜溜溜送的平安果。我知道大家的求知欲非常的旺盛，就希望大家是勇于的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涂口红，谢谢元气打不出的迷雾冲针，谢谢爱情火腿小火龙送的那个，谢谢欧乐七送的跳动音符，谢谢跳动音符，祝你新的一年能够跳动起来。我不能解答，等着你们解答呢。你们觉得你们知道时间最长的特效是哪一个吗？谢谢简单一点送的迷路胸针。你们不要有这么多问题。不，你们我觉得你们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你们要不要数一下呀？下一次好是99个星光棒。谢谢以上数字送的秋天奶茶。我记得去年新年还有什么什么元宝船，什么牛毛火锅，是别人的。我化妆了呀，春节啊，现在不算春节。没有，我说着玩的。今年会有什么？除了火锅，麻辣烫吗？新年快乐！喝我的可乐，喝一口的可乐。怎么就到夜蝶了？谢谢小火龙送的圣诞帽。听到这个前奏就是，这我没有明示呀，这是他自己放的，我手都没有动呢，我手都没有动，就是小爱同学。没叫你，谢一杯可乐送的圣诞卡，谢谢一杯可乐送的圣诞卡呀，谢谢圣诞卡，祝你就是和这个雪人能够快乐的旋转跳跃，能够就是冬暖夏凉，天天开心快快乐乐，每一天。谢笨龟送的巧克力，他不懂我，他我心里可没想这个，你们可不要妄自猜测我的内心。我没有言他，我不和他交流，我不跳夜蝶，我不跳。我想想，我问他有没有用来发电这首歌。小爱同学，播放用来发电的歌。抱歉，没有找到。没有啊。
接一点。他还给我抱歉，我让他来几句新年祝福。小爱同学，我在播放几句新年祝福。你想听歌吗？小爱同学，你可以对我说我在，说几句新年祝福。恭喜发财，红包拿来。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太，我觉得太伤感情了。就是小爱同学谈钱非常的伤感情，知道吗？他没有我有钱，他没有我会祝福。怎么叫水煮呢？我会教育他的，我等会儿就去教育他。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一点都不知道变通。充个电。我觉得我非常的正常。变通。我觉得我是就是正常的那一个。要不我们到多久下播呢？让我想一个吉利点的数字，吉利点的数字，但是没有66分呀。哪个数字比较吉利？48、48、88，没有，那就48、58很吉利吗？没有7，别七点，基本我还得睡觉。48怎么就？经理，谢谢七宇传送的荧光棒。58同城，58，等一下，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5大顺有这个词吗？没有，那就50、55、55，五福同心。图个吉利。我今天好像播了3次，就50，我要凑整55还是50呢？五福临门，50吧。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选50吗？因为这个零它就像一个门的形状，然后这个五在它前面，就是叫五福临门，知道吗？有点。临门，对，也是临门的那个临，就是寓意非常的好。谢谢锦仙送的皇冠，谢谢锦仙锦轩送的皇冠呀，谢谢你的皇冠，祝你和这个，祝你新的一年能够开心顺利，然后平平安安，安安心心，心想事成，成家立业。耶，不知道了，也不能夜笙歌，他怎么又播夜蝶？谢谢 A 先生的荧光棒。我们让他播夜蝶，我都没让他播夜蝶，他自己播的。这个小爱是不是成精了？我待会去教育一下他。我没有，我没有动。不，我让他随机播的歌。我你们点歌的话，我去跟他说，他怎么听不清楚我说话？我真无语，这个小孩子听不清我说话。没有，今天就播了2遍，就差一点点这首歌。不，我不说四川话，我说四川话就不说，这个就挺好听的。我播到50，我50就下了。
既不是不能说四川话，但是我就是说四川话就不太自在，就跟你们说四川话不太自在，不自然。我跟六六会说四川话，但是我发现我和黄英慈最近就是两个人说话，谢冰露啊、杨之若送的梅花就不说四川话，我们俩现在就开始说普通话了。我们之前就是跟别人说普通话，但是我们两个在一起怎么样也会说四川话的，现在我们好像就说普通话了。但是我还是会四川话的呀，四川话。我想我语速一直很快，但是就是我想念每个人的弹幕，但是我发现我念完这一句已经刷过了这个页面了。谢落魄的旋律送的迷路纯真，我听过大海桥说四川话，我语速一直就很酷，一直都很快。我感觉今天很多人都第一次看我直播来的，我的语还好吧，但能听得清楚就行。就这两天突然感觉来了很多人，大家可要好。然后呢我的小黑屋里面也多了很多人。别尬了。谢谢云清九子送的迷路胸针。我爸也说什么天天在快手看到我都不看快手。谢谢 A 选送的荧光棒，就是他相信就是还是有，就是大多数人都是非常有礼貌的人。对，就是不正常的人都会被我全部拉黑。谢谢七日传送的荧光棒，开心。我听我爸说很多我的视频，我就去打开搜了一下，然后小伙子送的荧光棒，然后我发现那些快手剪的视频，救命呀！就还是之前抖音那些剪辑，抖音他们发现剪不了就跑快手去，谢孔子送的荧光棒，然后播放量更高，就是几百万的那种，你们去快手搜黄轩琪就能看见。但是下面就是他配的音乐剪的那些东西还是我就是看不下去的那种。你们要看我们真正的公演呀，就是我们的公演现场，你们才能感受到他真正的魅力，就是感受到他真正的魅力。还有那些文案就是真的非常的没营养，然后希望大家就是能够独立思考，有独立思考能力。就有些文案真的非常的没营养，就是大家可以来了解，多来了解我本人。谢小白送的玫瑰，而不是就是看那些评论咋的。我感觉现在好多快手，大家在我房间都说我是快手来的，萌手。今天就有公演，今天晚上也会直播，就公演结束。过年结束就会直播。我都眼睛感觉都花了，看不清楚你们说什么。这分上直播间我不知道，你要相当他们现在口袋四八。不过因为现在好像口袋四八不是说应用商店里面没有嘛，就是能从其他的平台就是再来的口袋来下口袋的，我觉得还是真正的会就是可能就是很多人就会还是会去想要了解你的。就是大家不懂的可以加应援群去问一下，就是去问一下的呀。什么款？我的应援群，我的二群是多少来着？6999，然后呢？6999092627，6999092627。QQ 应援群，我还三分钟就下播了。也不能说都不太友好，就还是有，就是也不一定都是那种不友好的。我只记得一群爱情就是6999909267，是吧？我今天晚上公演完还会直播的，我等会得去卸妆了，然后去练习准备东西。谢谢 H 送的荧光棒，还没有，还有三分钟。
不，这个直播间的人数，你们退出去再进来一遍也能叠加的。羡慕求生的荧光棒，就你们退出去再进来，就会这个人数就会一直增加，4000人。谢金仔送的99个荧光棒，谢谢你的99个荧光棒呀，你越来越棒，快手女神。人数4000，但是我感觉就是实实在线的人数也很多，就可能有之前实时在线的好像大概有10几个，现在应该有20-30个。谢谢一串英文送的荧光棒，这是弹幕，我觉得比我总选就是拿了很多票那次还很多弹幕，就是比。应该说是我谢谢礼物没有看见，我尽量看看。我都感觉眼睛都花了，眨一下。谢谢穿英文送的77个荧光棒，谢谢你荧光祝我们越来越棒呀，越来越棒。我不玩游戏，但是我。大家明天好，还一分钟。大家明天公演投红队呀！谢无托先能送鲜奶茶，记得投红队呀。微博上可以投，现场的话呢，现场也可以投红队。我们可以多关注一下我们红队的节目。然后明天我的 unit 就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我觉得是我入团以来跳过最难的 unit。好像重力也挺难的，差不多吧。虽然昨天刚学会，哦不，今天刚学会，哦不，昨天，啊，今天凌晨，还一分钟。祝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早点睡觉。大家就是和家里人就是多聊聊天，就是吃吃饭什么的。好，到时间了，咱们好快呀！其实谢谢大家今天送我的新的一年的礼物，然后希望大家就是新的一年也能够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的。对，然后希望新的一年，明年这个时候大家都还在呀。拜拜。下播了，今天晚上公演直播也可以见。